兰阳盆栽学会2022盆栽展览会111年6月4日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会员作品竞赛颁奖以及第四届理事长、理监事当选证书颁发仪式。开场演出首先邀请东山乡青沟国小24节令鼓团以鼓乐表演振奋精神，带来鼓动人心的展演。青沟国小鼓团的特色是结合打击乐器还有丰富的肢体动作，所以曾经拿下第7届全国鼓振锦标赛创意鼓公开组第一名。兰阳盆栽学会2022年会员作品竞赛及展览会邀请各界贵宾莅临，第四届理事长林景文代表全体会员向许多协办单位致谢。盆栽是咱国国有文化，所以咱爱有传承的义务，分会秉持这个理念，积极推展种植盆栽，有意从社区开始。并举办盆栽演习，由本会提供树苗、实地教学，期待有好的成果。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。今年疫情严峻，停办一年的竞赛，经过会员潜心照料，参赛作品相当杰出。林姿庙县长以及罗东镇长吴秋林和社会贤达特别前来祝贺。我们一起为今年。疫情以及我们今年的勇气，还有今年参赛的这些得主们，给他们一个最棒的一个剪彩的仪式，给他们最大的力量，请奉剪。谢谢，拿起你的彩球，也为我们今天带来好彩头。啊，每一年呢，只要寺庙展览在合情合理、合法的范围之内，那一定专业的支持。希望呢，阳光呢，能够呢，在我们的大家的努力之下，当讲好咱的艺术呢，文化，当讲咱这趣味呢，这赏心悦目，而且呢，可以远看，嘛他吼，会当对着咱的每一个这张树啊呢，当讲安那来雕塑，大家拢会吼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来切磋，会当吼，把咱的趣味呢，拉来拉进步，每一年。都有个进步，每年都做出来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对着我们的文化艺术，对着我们的树艺，我们呢都希望呢大家共同的努力，在各位的这一个精心的这个呵护之下呢，他们一样绿意盎然，然后很有生命力，就展现出每一个这一个盆栽的一个特色，所以这一嘛是让咱这个咱的这一个生活当中。很好的一个这个更在这个部分获得疏解啊，所以感谢理事长哈啊，历任的理事长呢创为历史定，来的在收尾在长官了哈，你们的这一个让这一个协会呢能够持续在这么多年当中，在所有的会员的作品都能够在这边做展览。大会也邀请宜兰县长林姿庙颁发第4届理事长及理监事当选证书。今年呢，第4届的理事监事呢，可以说是阵容非常的强大。一样比个赞。兰阳盆栽学会已经迈入第4届，堂堂走过6年多的风雨岁月，哇，我们的根深果茂，源远流长。今年参展竞赛作品有43盆，名列前茅的6名优胜者可以代表参加全国华风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兰阳盆栽学会第4届得奖者平均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，总冠军更由前任会长张春婷积极培育传承的接班人，也是准备结婚的张守伟获得头彩。理事长来颁发，谢谢，恭喜我们的。张守伟拿着总冠军娶媳妇啦！兰阳盆栽学会创会会长张春煌政通人和，积极投入盆栽领域，带领兰阳团队进军国际舞台，崭露头角。第3届卸任会长邱正煌则是荣获荣誉会长，邀请林姿庙县长、
颁发特殊贡献奖。总干事要为我们赠送赠品，谢谢。好，请看前方，各位，在中村煌我们的前议员的努力奔走之下，他投入了文化艺术的工作，所以呢，让我们南洋盆栽协会能够这么样的蓬勃发展。谢谢三位理事长。主办单位也安排陈俊德、林素香两位司茶人老师精心布置茶席宴。台上则有宜兰小路乱撞创作乐团，现场演奏动人的乐声，让民众享受一场听觉、视觉、味觉的盆栽展览，真正达到南洋盆栽学会的创会宗旨，根深果茂、源远流长，促进社会大众提升艺术涵养的目的。南洋盆栽学会敬岁。